我们最后来跟老师再分享一下白板的这个部分。那互动白板这里我是用 Google 的绘图，事实上我还有另外一篇文章，如果老师有兴趣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用那个分组报告的，我用试算表。哦，忘记广播来。好，那我刚刚呢，我这边也有用试算表的方式，让同学分组报告直接上来，就是用那个什么，跟我们现在互动白板一样，就把同学每一组上来报告，然后就同学在台下不是没事做，就在这边写他们的优缺点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哈，就是如果您觉得哎白板这个还不错的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呢是 Google 的所谓的绘图的功能，就跟我们 Office 也有这个功能，大家平常都不用嘛，但是因为它在云端，所以它有个好处，即时多人互动，好多人互动。那它如果没有登录 Google 账号的话呢，大家都是用匿名的方式进来，那这个对同学也有吸引力，因为他们匿名了，所以他们就自由了，他就会随便乱来。但是老师不用担心，因为 Google 文件就有这个好处，可以随时回到过去。我常常在外面研习的时候，就有同学觉得好好玩哦，就开始涂鸦啊，讲一些有的没的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建设性的我们就不理他，没关系。但是有建设性我们再回答。好，但是如果你觉得啊画面已经太丑了，我就可以随时回到过去。比如说像刚刚这个，刚刚是不是大家已经玩过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这是我做的，你看这里有没有叫查看修订版本记录？所以呢，因为我现在这个不是这个账号，我从这另外一个账号进来哈，管理者就有这个好处。现在我从管理者的账号进来，您在这边有没有看到查看修订版本记录？因为 Google 文件都有这个功能嘛，你把它打开。所以刚刚老师以为图片丢完了就不见了，我有没有随时回到这边来？因为这样有个好处，其实我们有些同学问完了，或者说不小心有没有，我是不是回马上可以看得到回到以前？这是我觉得用 Google 文件最大的好处，因为很多时候我可以比如说哎，同时同学的怎么样写太多，我也可以把它先清掉啊，但是我可以随时再回去看啊，这些记录会留着，所以就不用担心说啊同学有什么问题他不敢问，好，因为真的写了一些不相干的我们就不回答嘛。但是我常常会发现，就是利用这个方法之后，哎，同学比较敢问问题了。那从这里面也会发现，哎，很多同学哎问的东西，即使你有讲过了没关系，我就再 repeat 一次，告诉他要怎么样。好，这个对我们来说事实上是有帮助的，好，是有帮助的哈。这是给老师参考一下。那怎么做呢？你就从这边云端一连上，直接新增的时候选择更多，有没有叫 Google 绘图？好，就从这边点进去。那点进去之后呢，预设它就像这样空空的，您可以按右键去设定它的背景，看是单色或渐层，它很单纯，很单纯。那重点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分享出去的话怎么办？共用，右上角是共用，因为预设是不公开的嘛，啊，就是没有共用，所以你把它按下去之后，好，先存一下。预设是不是只能检视？那还有一个，因为我这边用的是学校网域的，所以我还必须把它换一下，我必须要开放到知道任何连结的，哦，就是你用这个变成只有我们学校网域才能够用。还有预设只能检视，必须要开放到可以编辑这个权限，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网址给大家了，他进来，假设他有先登录 Google 账号，那会显示那个人是谁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是像您刚所看到的，每一个都是昵称。你看右上角有没有？这是我，因为我有登录。可是像这两位，他们没有登录，就是可能是松鼠，对不对？臭啊，不好意思，是臭鼬，野狼。那我们可以从颜色上去知道说他是谁啊，是哪一位，但是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。但因为具有匿名性嘛，所以就还好。同学也觉得说，像分组报告的部分，他们就不用担心说啊，这样我讲你好像不好意思。
这样您大概了解意思哈。所以这个是再跟老师稍微分享一下，这个工具还蛮好用的。